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十万火急这一部电影我也有演，而且我是导演。刚刚带来的这前面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哈，三个这个新加入演艺圈的朋友，给他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。拍了这一场演唱会呢，本来是想说个人演唱会，但是后来想一想，如果再开个人演唱会算蛮无聊的，所以呢我就想说干脆为了这个电影来造势一下，所以呢我们就开了这一场十万火急电影演唱会啊。能够开这个演唱会的这个算是不容易啊，因为
我们主要的特色就是我们这部电影有很多演员都出过唱片，但是都卖得不好，包括我本身，还有后面的，等一下一个一个介绍出来就知道了。